六千分了，六千分了，这个号的分数还差七分就可以突破到六千分大关了。六千分是王牌十八星，也就是说还差七分就可以上到王牌十八星了。紧张刺激的王牌十八星渡劫局要开始了，希望渡劫成功。这把公公的第一条命还是和往常一样，飞科学馆。科学馆飞的人不多，只看到了一个。虽然看到了一个，但是人数却远远不止一个。有落地声 ，nice， 一个人头到手。科学馆还有脚步声，说明还有人。有人丢东西，躲一下。右边有一个，左边好像也有一个，看到左边这个了。左边这个是个呆呆。那另外一个呢？另外一个难不成也是呆呆？又落人了。科学馆又落人了，这是不是哪个不服气的又跳了下来？哎呦呦呦呦呦！没事，和平止痛药。他们两个在打架，但是没有打出胜负。看到了一个，有机会 ，nice， 三杀到手。还有一个，不对，不是一个。只见枪响，却没见死人。这把科学馆跳的人数是真不少啊！怎么说怎么说？楼下的人要莽下来吗？公公想填点包，填点投掷物，但是这些人的盒子里也没有投掷物，很难受。这个人在哪儿？仔细听脚步，这个拿的是 AK， 公公一直在和他转，他一直在和公公转。楼上还有人吗？楼顶那两个打起来了，就是怎么不见死人呀？哎呦，紫色神马少年裤，还是没死人。哎呦 ，SLK， 小心一点，别被喷死了。这两个人怎么都来打公公？什么意思？难道不成是非法组队的？不会吧？那为啥他俩不打呢？还有一个要追下来吗？命中一枪，出去干拉，一个跳枪成功带走，五杀到手，好酷啊！感觉这把气氛应该是有了。现在场上还有十三名敌人，打开小地图看了一下，科学馆虽然在圈，但是是在一个圈边的位置，决赛圈很有可能不会刷在这里，等着吧，看下个圈怎么刷。有车就不慌。第三个圈刷出来了，科学馆果然不在圈。准备动身，果断一点，该出手时就出手。看一下这个圈型，公公准备开车去哪里站点？人机？不可能，不可能是人机。哎，还真是人机，这个人机被人用 SP 一二一喷给带走了。公公在这里停了一下车是啥意思？难不成还想去莽人家？这个是度假岛啊，而且这还是差七分就王牌十八星的渡劫局啊，六千分的渡劫局是要稳一点的。这个房区会有人吗？拔了一下甲雷没人动弹，那就在这床上休息一下吧，顺便等待下个圈刷。只要决赛圈刷在这里，周围就会陆陆续续的来人的。哎呦，不错哦，第四个圈还在，继续待着。蓝圈快缩到底的时候，估计圈边就会来人了，那个时候小心一点就好了，也就是三四十秒以后。看着离自己最近的圈边，最有可能来人的圈边，死死的盯着看会不会来人。果然来人了，
哎呀，好可惜呀、啊！这个人是被别人穿死了吗？是的，都冒绿烟了。被防区的人穿死的，没想到那个石头处竟然能被防区打到。前面还有人，现在场还有八名敌人，公公已经进前十了。再苟一下，再苟一下。哎，看到一个，帅气！恭喜公公成为本场的首位淘汰王。这个防区还在圈呢，还能再待一会儿。下个圈马上就要刷出来了，长安的敌人也是从刚才的七个变成了现在的三个，完蛋，这个圈刷的也太远了吧。山下有人吗？山下是有人吗？这里还停了个大脚车，什么时候来的呀？我都不知道，这大脚车是不是一开始就停在这里的？被压死了一个，长安还有两名敌人，把大脚车停在这里当成一个掩体。哎呦，上来了个大脚车，扫他，别被撞死。哎呦天哪，一盆带走，还有最后一个。半血打满血怎么说？低打高怎么说？能解决掉不？六六六六，杀了八个，加了十二分，成功渡劫到六千分，王牌十八星。